OK， 今天终于要去GO GO羅莊换电器，所以跟技师约了晚上7点出发吧。OK， 今天跟技师约了7点来装一下换电器。7点我要换那个换电器。那个随车充的那个安装吗？在换。好。我们的流程会先帮你做手账，然后转通知。那接完账之后，他把资料丢回去。OK。待会测试的时候比较好，好，会比较快一点。OK。好，啊，就是大概1个半小时。可以。你也是要换。这里一个凹槽，所以你一定要对，好好绑开。那你线的时候在充电，这个东西一定要放在外面，不能放在车厢里面。不能放在车厢里面，对，它会修。它的充电器它会发烫，对，它是有温度，所以埋些肉在那边烤。然后你的线组啊，走的时候一定要沿着这边，不能压到这边，好，不可以从这边压过去。好，然后这样子。好，那你手。我就换掉电池，连线之后，所以我们要先换电池，啊，连线之后放下去充，这种现象。那现在充电站的电池全部都在充电中，啊，所以呢，所以我的电压还比他们高，所以不要等一下，哦，我要给你。这台是共用的吗？还是它是共用的？这是共用的哦。对，啊，所以我可以插它来，再插我的，都可以。那如果其他车主要再充的话，他是不是只要买这个线？没有，他一定要有开通的记录，就是，所以就是说我可以用他的那个充电器，对，然后他也可以充我的，可以互充就对了。对，如果我开民宿啊，我可以买一台，然后就插，就欢迎GO GO车主来插啊，来。按多了，你看会不会扭断？电池。这是满的，OK， 因为公园店的电池都没有满的，所以我们要去别的换电站充电，换电池，看妹子还是换电池？啊，龙膜都龙胶被这被，我昨天才那个而已啊。它正常来说会有这個，它正常会有，就是这个电池会跑出来。对，然后这边会有電池。好，变我的，换我的。好，换我的。就是你手机是有连到4G网络吗？有。有了，就像这样子。哦，所以它只能配自己的车子。好，等一下用这一组试试看。它这样就是代表说它在充电中。所以我说怎么样充？它这里会显示吗？它这边会有。等一下，这边这个是它提示你，它主要是看这个电池电量。它按下去的时候，它会显示说你现在预估大概充几分钟会满。Oh, OK。对，它充到满之后，它自己就停了。OK。回来充。啊，所以我一定要手机放旁边吗？还是不用？就是你要插上线之前，
一定要是手机是在连线状态下。OK， 好，然后它会把你的里程数透过手机送去云端。好，那如果我今天在地下室没有讯号的话，怎么办？要用可能比如说 WiFi 或 4G， 这样它就不会有这个充电的。一定要有网络的情况下，对，网络连线情况下。地下室就不能充了，是这样说。其实地下室有时候会有稍微的，对。如果说地下三十那种网络需要不好的地方，如果我插你的功的，可不可以用？我等下。为什么不会亮？就是容易拔掉就掉下来了。因为它是蛮短的一个卡扣，然后它是塞进去的。那塞进去之后，它旁边会固定住，像这样子。好，好，所以稍微很容易掉下来就对了。如果太大力扳它，应该会再跑出来。然后再用这个一字把它塞。OK， 加了充电器之后呢，应该环岛吧，或是朋友，或是不是梦游，所以下次再约一群车友到处玩吧，拜拜。